水每天都要喝，不喝会死。接下来咱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希望你重新再追我一次，因为我觉得在这段感情中你并没有用尽你的全部的心思花在我的身上。我觉得你要是真心的爱我，你就不会做那些事情。你说的这些我以后肯定会改，这些该注意的然后该有的界限我都会有的，就是我也希望你脾气也能改一改，不要动不动就跟我发脾气的。如果你能改的话，我觉得我们也有继续走下去的必要，因为我毕竟对吗，在一起这么久，我还是对你有感觉的，有感情的。
我就是希望你变得越来越好，然后我就是还是想继续跟你在一起。哎，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爸，请开门。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是要追吗？啊？好，谢谢，请回。